你把它看到整个台中盆地，哪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森林？台中市政府第一趟办公室出了什么？出了文宣，说什么？说我们叫什么？叫做创造台中的会，用我们用了都市生态来什么？来营造我们台中市的未来的美景。你知道它用的是什么？秋红谷。所以什么意思？在我们这些官员，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的主导者里面，只要一片的草生地，上面几棵的树，或者挖一个水池，这什么？这叫做生态，这叫做森林。也就是说，这一些人他们思考里面完全没有什么，没有叫做自然。所以他们脑筋里面全部什么？全部是水泥房子、水泥构造。只要这水泥构造里面有种了一两棵树，就什么？就叫做天大的恩赐，它可以什么？就可以解决，可以什么？可以处理我们人类的罪孽。边的这样子的一个树林，这样的一个森林，它就会有几十万棵树的这样的一个密度。这个是直接调查所得到出来的，所以你好要像这样子，你从第一层的大树、第二层的中树，到我们的灌木、到地被，都是密密麻麻，这才是什么？才是符合我们台湾环境森林的。后来相关单位有进去在做调查嘛？我其实担心的是什么？他们会不会进去一边调查一边拔？像这么小的小苗有没有？他们一边调查一边拔掉，会死无对证的。而且整个台湾哦，目前知道果花椒这样的树木的数量，果花椒呢，各位知道花椒吗？花椒就吃起来有麻麻的，胡椒花椒嘛，果花椒就是一种花椒，就是一种花椒，它一样是花椒属的植物。那全台湾目前呢，不到1000棵，这里面有一棵已经可以开花结果的苗木，已经可以开花结果的那个果花椒哦。那还有一大堆上百棵的果花椒的小苗，不止这样子。我们刚刚说大陆山上这一边，除了果花椒之外，应该还有其他有刺植物嘛？林木芦苇毛，所以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矮椒，就是双面刺，也很多很多。甚至于还有一整片，在比较北侧那边，有一整片几乎快要形成纯林的，几乎快要形成纯林的对面花。谢谢哦，不会不会，辛苦你。姓白，我比较重的讲，不够臭的。他在排放什么鬼东西？在幽灵。这在排放这什么鬼东西？来。后面的好朋友，脚程加快一点点。整个大陆山这一边，如果少了这一块，是我们台中市，是台湾很大的损失。周哥，台积电自己说，除了西屯大库这个一个基地之外，他们南科还有地，他们南科都还有地，为什么一定要破坏我们台中市的一个大陆上的森林呢？台积电他扩展要破坏我们大陆山东侧紧邻都会区的最后一片53公顷的森林，我们在这边，我们呼吁台积电不能火上加油。我们的中部空气品质已经非常的恶化，我们目前整个台中平均的 PM2.5 去年是26.98，离国家的管制标准15微克
超标了44.4%，现在台积电矿场还要用掉蓝莓电厂11%的电，我们呼吁台积电要使用再生能源，不要让台湾、台中的居民受到毒害。我们要抢救大肚山的森林，我们呼吁台积电撤回在大肚山的设厂。台中市应该规划大肚山自然公园，要将弹药库纳入，以保护台中市的都市之肺，净化我们的空气。在做一个消费者的责任，就是去了解到我们手上拿的东西，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造成了这个世界及这个环境的污染，以及就会造成台湾的这个环境的污染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这个台积电作为这个 Apple 的代工厂商，引发的诸多问题，包括空污、水污跟有毒废弃物的污染。那么其实事实上跟这个台积电已经违反了 Apple 于2014年环境责任报告书所提到的使用100%再生能源。那这个里面包含台积电用电量占台中燃煤电厂的11.31%，年耗57个石缸水坝的水，年产18000多吨的有毒废弃物。那台中市的含容量，环境含容量有没有办法再容纳这么多的这样子一种废弃物的污染？还有包括台积电烟道里面的调查当中，在环保团体的研究里面发现，许多标准品对照检测结果根本就是致癌物。那么，但是环评的调查却是否认的。因此，我们呼吁 Apple 总公司应该立即调查下游厂商台积电在扩厂与制造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污染，是不是跟他们的原则、环境保护的原则有违？目前呢，我们从上一次我们在大肚山游行之后呢，陆陆续续已经收到许许多多的公投联署书。不过呢，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的台中市的这个公投自治条例里面哦，增加了中央公投法所没有的限制哦，就是要求我们的台中市民要提供身份证正本。所以目前我们收集到的这个1000-2000份的公投联署书呢，有一些是没有这个身份证正本的，所以这部分我们也一直在这个联系哦。那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却步哦，因为我们很诚恳的呼吁大家，公投其实是我们人民在行使创制复决的一个权利。今天一个不当的开发案，在这个环保署、这个环评委员护航，以及这个地方行政首长，甚至于中科管理局的不断的这个造假以及这个隐匿事实的情况之下，这样子被他违法的通过了。那今天我们人民能怎么办呢？我们除了行使我们的创制复决的公民投票权，我们除了透过法律诉讼途径来提起这个停止执行以及撤销环评的诉讼之外，我们就一定要发挥我们公民投票的力量，来阻止这个不当的开发案。我们把标语就贴在台积电的招牌上面，来表达我们的诉求，拒绝中科的污染。好，请大家开始动作哈。那个不要让警察过来哦，来贴过去，快点，贴，快点。来，我们围过去，连这个都不让我们贴，来围过去。不要太注意安全，我走过来啊，连贴个纸都不让我们贴，这歧视吗？这是什么政府？凭什么？等一下，我想说的是，台积电如果意见的话是民事关系，警察会执行民事关系吗？这边刑事啊，奇怪。我要自然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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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中科矿场，不要中科矿场，不要中科矿场，不要中。